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你，我走进你的世界，认识你的家人，和你的朋友变熟。我看过你开心、伤心、不甘心，也很高兴你渐渐学会放手。看着你从小心翼翼到无所畏惧，总之我们现在就是三月底的时候交出我们完整的影片。记得你说那天很重要，而我总让重要时刻变得更加难忘。好了，我来就好了。吃饭喽。当我成为你每一天的动力时，你知道吗？你也正在帮助全球100万咖啡农，让他们的孩子背起书包，女性咖啡农经济独立。让我们一起相信一杯好咖啡的力量。我是 Nescafe 雀巢咖啡。